从季赛的第一场到现在，每天每天，我说每一场都在进步了。那我只可以讲说，选手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不简单，对对。好，另外我们在现场这边呢，要访问到的是叶军章总教练啊，当然也请现场的观众朋友呢，可以一起来听一下。那叶总讲到了球员非常的拼命，那讲到这一场比赛，你们从一路落后到最后九局上能够逆转战局，来讲一下这个的心情，还有在比赛当中的一个转折。大家。然后转折啊，虽然第一局的时候失了三分嘛，那我一直相信说我们到最后是会有机会的啦，因为这段时间下来我发现说选手真的是每一个人都不会那么容易轻易放弃啊，然后我相信选手每个人都警惕在心里面，所以这个比赛我相信我们选手会坚持到底。2005年，新牛牛队拿下了冠军。你那时候是总冠军系列战的 MVP。对。那一次的封王你是球员，那这一次的封王总教练比较起来有没有什么样的差别？比较起来啊，现在算是个观众了。其实，我们这个球队就是这样嘛，其实尽量让选手去发挥。那我们教练只是做一些提醒这样而已，所以差别就是我没有在场上，大家在旁边看这样。最后来为大家展望一下明年这个球季，有没有什么话跟支持你的球迷，不管是现场或者是电视机前面的犀牛球迷？谢谢一路来的支持。那我希望，明年、后年可以继续支持我们。谢谢你们，谢谢军章总教练，谢谢，恭喜你们。好，接下来我们要访问到的是跟支持你的球迷、现场的球迷还有电视前面的观众朋友讲一下。这一年所有支持义大犀牛的球迷，感谢你们，谢谢。你的眼镜要戴起来，对啊，你的眼镜要准备好，没有戴起来。好，你现在的伤势要不要跟大家来讲一下？大家都很担心。今天其实就是赛前的时候有点犹豫到底要不要上场，可是我只是想说，我希望能够帮助球队，就算我打得不好，站上去应该还是有用吧。那要不要来讲一下，在最后你跟恰恰有一个拥抱，那个时候你有对他说了什么话？没有，我只是想说，因为大家都很努力在比赛，那这个系列赛大。球员都带给所有球迷很棒的球赛，所以只是想跟大家说一声辛苦了这样子，对。好，最后跟大家来精神喊话一下，好不好？虽然我们明年换个队名，但是希望你们明年能够继续支持我们，谢谢，谢谢，再次掌声给国辉。好，接下来我们要来访问的呢，是在今天也打得非常好的义拳，在这次的系列战呢，还有双响炮的演出。先讲到从2010年的4连败，到2013年又4连败，到今年的10连败，这是你是经历过的球员少数的球员之一。我们刚刚还看到你流下了这个男儿的眼泪，你先来讲一下现在的感觉。现在哦，不会哭了，因为我们拿到总冠军了，那是一种喜极而泣的感觉。你有没有什么人想要特别利用这个机会好好来感谢一下？我要谢谢从新农到义大这么可爱的球迷，还有谢谢我的一家人，谢谢你们。好，我们接下来访问到的是这一次总冠军系列战最有价值球员 MVP 林哲轩。好，先请哲轩享受一下香槟浴，大家好好来伺候他一下啊。平常都是你在球场上面耍帅。现场支持你的球迷朋友，好不好？
好，来麦克风给你。好，你相信我们做到了吗？谢谢你们一直支持我们。好，在上半季我们最低潮的时候，还是一直支持我们，没有放弃我们，我们做到了，谢谢。到那个球，你认为是出局对不对？我认为是出局啊，但是我觉得现在已经不重要了，我们还是赢了。好，那最后要不要来感谢一下你的队友、你的教练？我觉得这个冠军是我们全队一起拼来的，大家都是 MVP， 还有球迷都是 MVP， 谢谢。谢谢，谢谢哲轩，谢谢，恭喜你们拿下总冠军。好，再来访问到的是投手蔡明靖，明靖先，请你来谈一下，在这一次可能在大家都不看好的情况之下，你们拿下了冠军，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大家说的？这一里路我们走了很久，我们终于走到终点了，就是总冠军。讲一下在今年球季的一个转折，还有在这次系列战都是从不被看好的情况之下拿下最后的胜利，那在这当中你们做的努力跟大家分享。也感谢叶总，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蔡明靖。好，接下来我们要来访问到的是人气也非常高的理事长胡俊龙。你手上这个是哪里来的？消毒，消毒，消毒在撒花圃的就对了。好，来来来，享受一下香槟浴，来来来，伺候一下。好，金龙来谈一下，在今年其实身上也是有伤的一个情况之下，一路走来，后来打到总冠军赛，然后逆转成功，心情上面跟大家来分享。其实前两场输的时候，我可以讲话了吗？爽不爽？很辛苦啦，我觉得今年一开始大家没有看好我们会夺总冠军，但是一直是想为是想赢球而已，然后也谢谢球迷你进场为我们加油，谢谢。好，最后来跟大家预告一下，明年这支球队还是要继续的拼命，虽然换了一个球团，要不要跟所有支持你包括今天前面还有现场的观众朋友最后说几句话？其实明年不管是换谁，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把最好的球赛表现给大家看，其实这个冠军是给徐总的，我觉得我们欠徐总一个礼物，谢谢。谢谢，谢谢吴金龙，他把这次的总冠军呢献给在天上的徐生明总教练。我们接下来呢要来访问到的是这次在这次系列战当中呢投的也是很出色的投手罗莉 Mike Lowry。 Congratulations Mike。 Anything you want to share with us? 厉害厉害，一大西女双冠军。 To the game 5, finally you got a win, and right on the game 6 you got a championshipIt's kind of like a ups and downs situation. Is there anything, feeling you want to share with us? Yeah, in game 5, I just want to go out and compete and give our team a chance to win. And we won. And so I'm real happy with that. Anything you want to say to your teammates or coaches? Yeah, you know, I love you all. You guys are great teammates. And this was a great year. It was a year to remember.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Jose.好，罗莉在那边当然是讲到要感谢他的队友，感谢他的教练，他们是最棒的。同时在这个有一点起伏的一个状况，他也觉得说是我们球队终于做到了所以我们的队友呢团结在一起，一起合作，最后办这个蔡成儒先生，那先请这个蔡老板来先讲一下，在这一次的总冠军系列战，你参加了很多场，今天应该是第三次到现场。对，所以先来谈一下，你还没有接手，但看到这支球队的拼劲，你的感觉怎么样？非常的感动啊！我觉得每一场大家都是。明天还有我们队。就是，有没有这样淋过香槟浴过？还没有，第一次。第一次，我还没有接手就你啊，就是觉得这支球队非常棒。对，好兆头，好兆头。好，那再继续讲，刚你有没有什么话要对这支球队说？我觉得就是要感谢所有教练跟球员，
防护员，还有各球团的人员，还有工作人员，大家都很恭喜。这是在我们在场中我这边进行的冠军访问，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访问到的是球员陈凯伦。罗伦先来讲一下，哇，在今年其实基本上也算是你比较稳定出赛的一年，然后打到了总冠军，有什么心情跟大家先分享？你再问一次，我现在忘记讲什么了。我说你今年的出赛场次比较多，算是稳定出赛，算是球队的主力。那在主力当然就是有比较多的责任，是不是觉得拿下总冠军有什么心情跟我们分享？心情哦，当然这边先感谢教练团啊，除了我的一开始状况很好，到后面受伤之后状况一直没有很好，但是教练团都很信任我，然后继续发挥下去。所以受教练的信任，我也信任我自己，这样我们做到了，呀、yeah!。哦，你在家里有练过是不是？边淋香槟，还边可以讲得这么顺。好，最后跟你的教练还有你的队友说几句话好不好？好，跟队友，在这边先谢谢义大。虽然我们球迷没有很多，没有比兄弟一样多，但是我们的喊声没有助他。呀、yeah! ！再次的欢呼声给凯伦，谢谢。我们再来就是要访问到的是，在今年第一年打球就可以获得肯定担任先发，然后呢也表现非常出色，在这个系列战的李宗贤啊，请花贤来谈一下，在这次新人年就打总冠军赛，是不是既紧张又兴奋？非常兴奋，有点分早就，但是我的心里只有两个字，就是感动。为什么感动？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其实这一路走来，其实真的感动的就是学长们带领我们怎样？你说学长们怎样？带领我们的新秀闯进总冠军，今天的此时此刻是属于大家的。谢谢你们。好，谢谢谢谢李宗贤，谢谢谢谢。好，再来我们要访问到的是孝仪，高孝仪，来孝仪来谈一下。这一系列打过来到今天，你打下了非常，应该跑回来非常关键，也打下了非常关键的这一次的安打，还有这一分。现在讲一下九局上半的时候心情。前面表现的不理想，但是叶总始终相信我会在关键时刻跳出来帮助球队，我非常感谢叶总，他谢谢他相信我。除了感谢教练，有没有什么话跟球员说？球迷们，你们辛苦了！谢谢，听我讲。再次掌声给高孝仪。好，再来，我们来访问的是这一次拿下优秀球员的林威廷。好，威廷现在很嗨，来跟大家讲一下现在心情。很开心，谢谢大家。就这样。好，那拿下优秀球员，这次的系列战其实也是第一次获得教练这么的肯定，你是固定的先发，那有什么话跟你的教练还有你的队友们说？从十月底到总冠军赛前练习赛，我就觉得状况很差，甚至我觉得总冠军赛全部都会被三振，可是也没有关系。有你们在，我就有信心。明年的球季是不是要听？再次掌声给 Waiting for you！ 来来来，一直在旁边闹人的尼福德，来来来，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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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你的凶器先收起来，被拆掉。来来来，先讲一下这个东西哪里来的？这是昨天晚上跑出去买的武器，哎。去哪里买的？就是去那个把它去那个卖农药的地方，哎，撒农药。哎，因为找不到，所以买比较小一点。哦，那现在是打香槟，对不对？哎，对对对对。这是你第一次拿这个工具来攻击别人，想做香槟浴吗？没错。所以现在是准备要蓄势待发了，对不对？先跟你的教练还有队友说几句话，好不好？那个感谢教练团，就是今年帮我们，就是很细心的指导，然后也让我们从很多的缺点变成优点，然后让我们一起努力走向总冠军，你们高不高兴？我感谢我的家人，也感谢现场球迷还有观众球迷，真的非常感谢你们，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多球迷进场，谢谢你们，谢谢，谢谢，谢谢林福德，恭喜你们。
好，接下来我们要访问到今天或许是这场比赛最有价值的张建民火哥。这一个系列战受伤，从先发到替补，来讲一下心情上面的转折。对我来讲，结果是美好的。打了那次的安打，后来又跑回到本垒，那个感觉是不是觉得那么多？我只是希望不要让他们拿到他们的总冠军的奖金。总冠军的奖金现在是属于义大的，火哥有想要怎么样使用吗？对啊，应该不会在我的口袋，谢谢哈。好，最后来跟支持你的人说几句话。谢谢从我职棒开始到现在的球迷，新农的也好，义大的也好，谢谢你们的支持。不好的时候在二军看我比赛，好的时候在现场帮我加油，谢谢你们，谢谢。访问到在这次系列战也占有关键人物的捕手林坤生，坤生你知道吗？从你第三战开始先发，球手能把分数压制在三分内，然后我很开心，我有这么多的队友在帮忙守备，然后把后面这三场比赛都守在三分内。对，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人你想要感谢他？这个机会好好来跟他说几句。我要谢谢我的总教练跟我们的教练团，还有谢谢我们那么团结的队伍，我们那么棒的团队，然后另外还有谢谢现场的所有球迷，然后还有谢谢我这个总冠军献给天上的徐总，还有天上的我爸爸，我都做到了。掌声给林坤生，恭喜你，恭喜坤生终于做到了。再来，我们要来访问到的是赖鸿成赖师傅，来讲一下在今年从落后到逆转成功，有什么心情跟大家来分享。很感谢所有到场的义大球迷，有你们就有我们，谢谢，谢谢你们。好，谢谢鸿成，谢谢。好，这是在这个洲际球场呢所带来的一个蜂王访问。那当然呢，我们要再次恭喜义大犀牛拿下了中华职棒27年的总冠军。在这边先请大家休息一下，然后之后再回来。成功的黄胜雄，好，来请胜雄先来谈一下。帮助球队守住胜利拿下冠军的感觉，非常的开心，然后与你们一起打下总冠军。对，然后我感谢我的阿嬷跟我妈还有阿公来现场看我比赛。对，谢谢你们。讲一下那个飞球一开始判定，然后后来又改判，然后让你要再到手球上面，那时候的心情是怎么样面对下一位的打者？其实我也认为说那个是接到了，然后因为我看裁判都还没进去，然后就问裁判，然后裁判就说要辅助判决，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调试自己的心情，然后结果然后就是不好嘛，啊，就是重新。你的人包括现场的球迷朋友最后来说几句话。谢谢你们，经常为我们加油，谢谢，明年见，谢谢。我只能说真的谢谢大家，谢谢各位球员的帮忙，圆了徐总的梦。应该是一个蛮完美的 ending， 因为上半季徐总拿了冠军，他人还在，那走得很突然。其实这个新闻紧密一点，那所以今天圆了这个梦，所以大家都圆了，因为包括义大这边把冠，那也算是送给了互帮，所以是最漂亮、最漂亮的一个结局。那我真的在这里谢谢各位球员，你们的努力，天上的徐总看到了，谢谢。再次谢谢师母，谢谢，恭喜你。好，这是在最后蜂王访问呢告一段落，我们也要谢谢在电视前面的观众朋友，还有在现场的观众朋友呢陪我们走到最后。在那边请大家再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